丽文，李佳国来讲一个故事。这是我爱妈妈，这是我最爱的故事书。妈妈给我做了一个蛋糕，妈妈给我种了气球，什么颜色？黄色、红色、白色、粉色、蓝色、粉红色。妈妈给我做了一个棒棒糖，妈妈给我用了书包背去学校，妈妈给我饼干吃，我也是会做饼干。小蜜蜂，妈妈给我去采花去做哈尼。那小老虎给他的妈妈画一个爱心，然后妈妈我爱你。谢谢小朋友们。